年世界羽球明星谁获得的奖金最高。世界羽联在元旦公布了2022年巡回赛奖金排行榜，根据这份榜单，去年在羽坛所向披靡拿到六项巡回赛冠军的丹麦男单安塞龙以40万4125美元奖金独占榜首。排在第二的是日本女单世界一姐山口茜，台湾戴资颖紧追其后排第三，东南亚名将方面，排名最高的是印尼球员金廷，他以近13万美元奖金位居第十三，同时也是继安塞龙之后这份榜单中排名第二高的男单。泰国的女单前世界冠军拉查诺，去年则进账近11万美元，在榜单占据第十九名，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第二高的球员。至于大马男单一哥兼自由人李子嘉，去年进账92150美元，排在第23位。新加坡前男单世界冠军骆建佑则以近7万美元奖金，在全部羽毛球选手中名列第40位，也是新加坡球员之首。